由吴奇隆、姚千羽、王珂、迟帅等主演的新剧《善阳》3月25日即将登陆荧屏。3月21日，吴奇隆、王珂、魏明广州为该剧开播宣传造势。四爷吴奇隆人气爆棚，粉丝把现场围到水泄不通，气氛火爆。我在《善阳》这部戏里面扮演的是一个有着日本身份的中国人，叫井上空月。吴奇隆坦言，井上空月是一个天真浪漫、为爱执着的一个人，与四爷喜欢藏在内心的内敛性格不同。但是吴奇隆表示，浪漫的人也是要有内敛、沉着、冷静的一面，这才是戏剧的好看之处。里面总会有几场戏是特别会变成是那样的情绪的，因为我觉得我们在戏里面扮演的就是一个人，我们希望在戏里塑造一个形象，那只要是人，一定会有七情六欲，一定会有高高低低的起伏的情绪。但也许很多时候都是压抑的，可是碰到关键的时候，最重要的那场戏，如果你掌握得好，你是应该有一个很大的反差，让大家看得到一个那么理智的人，都可能会为了爱情或为了一件事情去失去理智，那个会让人家更加的震撼。